哎，黑手套，哎，今天我在百慕大三角坠机了，现在游泳游到了个森林岛呢，来看看这个岛上有没有我可以回家的线索啊。这森林岛上应该全是森林吧？哦，原来是一个大树里面是进来的门啊。这里怎么了呢？哦，是有一个什么毛毛虫被蜘蛛丢到树上了吗？我现在就来救你。那会说话，看来他应该那里会有回家的线索啊，怎么把他救下来呢？你先等等啊，我先看看这附近有没有什么可以帮到你的东西啊。我们先来整体的看一遍这个岛上嘛。哎呦，还挺大的呢，这岛上。咦，谁还在这森林岛上养了小羊羔啊？哟，这好像有岛上的居民在这儿呢。我看看，他像是一个头上长满了蘑菇的人。你好啊，老兄。他说他把钥匙给掉了。哦，反正这意思就是让我帮你顺便找钥匙的意思是吧？那我帮你找到了，记得告诉我怎么回家啊。哦，这边还有一颗魔法小星星。哎，说起来这个百慕大三角这一块每个小岛上都有一个星盘啊，在这儿呢，只要我把这星盘上的每个小星星都填满了，它就会给我指引出回家的方向了。哟，这还有十几二十个星星要找呢，这小岛上到处都藏着星星啊。咦，这是个哦，小岛上的地图。嘿，有了地图，那星星不手到擒来了吗？我来看看啊，这小岛儿，哦，这不就是刚才养羊的地方吗？星星呢？哦，在这边呢。其实这旁边星星挺多的呀，这里有一个，这里有一个，然后这边都是的呢。我是从这个大树过来的，这边大树上没有。好，那我们就先把这些星盘上的星星找齐好啦。这不就有个星星藏在这水洼洼里面吗？诶，这又一个，这谁呀？好像有个小孩在这儿呢。你好啊，小朋友，背上还背着这什么东西啊？怎么还长了尾巴呢？你好，他说很高兴你来了，森林岛断电了，你能帮忙重新打开吗？想这个杠杆应该有用途，哪有杠杆呢？哦哦，这边他给了我个杠杆呢，我看看，滴，这杠杆没什么用啊。哦，我一边摇这个杠杆，下面有个柱子升起来呀，这打气筒啊，这是。我好像还没有升完呢，滴滴，我升出来了，升出来了。这是个还可以再摇一下吗？已经升到底了，那把这几个按钮按下去，这边应该还有一个按钮吧？按下去以后，哦，地上升起来一个槽儿呗，这是啥呀？哎，好像是一个收音机一样的东西，可以拉起来呢。上面又一个按钮，滴，哦。有好多按钮啊，有好多滑动按钮，应该把所有的开关都打开吧。转起来了，转起来了。转了半天，这边又升上来一个开关呢。你们这机关一个个的做的怎么都不是自动的，是手动的呢？在那提来提去的。那这个开关哦，这边还有一个按钮呢，然后按下去以后，哦，现在应该电马上就通回来了吧。咦，这边居然还有一个开关提手，第一把这边的开关也提出来，把两边一起按下去吧，应该是要。哦，怎么这能量又降下来了呀？啊，难道还有别的什么机关我没有发现的不成？这也没有别的按钮可以按了呀。哦，原来背面还有俩按钮呢，那是四个按钮一起都要按下去吧？哎，怎么挡住了呢？哦，成功了，现在这小岛上面应该成功通电了吧？哎，哦，灯泡升起来了呀。这个灯泡应该就是他们这岛上的用电按钮了吧？这又是个什么东西啊？要转过来看看啊！滴，怎么啦？怎么这么多按钮要按呢？啊，转来转去的，你们就不能升到一边啊？哦，这边又弹出来了一个按钮啊！一边按这个按钮，等它把电量按上去就行了。发电成功啦！来电了，来电了！这边还有一个，你能不能一次说完呢？你这岛上人说话急死人呐！这一天的。好吧好吧，我就好人做到底，给你们把这边的这个电也通起来吧。那是把按钮先按下去啊，果然又升上来一个机器呢，滴滴滴滴，把这边的按下去。怎么升下来一堆，这啥，要放电池仓的吗？哦，又升起来一个柱子，旁边又升起来一个，这什么收音机机器吗？这是什么东西啊？哦，是个小盒子啊，原来里面这按钮还是可以变色的呀，那跟旁边这个柱子上面的颜色应该是有关联的吧。啊，我知道了，应该是第一个是绿色的，第二个是白色的，然后第三个是黄色的，第四个是什么颜色的？第四个是黑色的，黄色，然后黑色。诶，黑色。哦，果然如此，这边的电马上也要发起来了。然后这啥呀？这是怎么有一个开关按钮？
哦，这边是三角，这边是加号，然后转过来以后，这边是方块，这和圆圈。啊，行了嘛，这发电装置也挺简单的。好，现在小岛上的电全部都被我发起来了。啊，原来只是要把这个灯点亮啊。这都啥时候了，你们倒还挺注重氛围的呢。啊，那电力恢复了，你能不能提供一下我回家的线索呀？哦，他听说我在找魔法球，给了我个魔法球啊。咱们收集这魔法球是要跟收集小星星同步进行的啊。等把这个魔法之门上的魔法球都收集完，我就可以去下一个岛了。哎呦，这一共要收集5个魔法球呢。哦，原来这玩意儿，我刚进来的这个树这掉的不是小青虫啊，是他们这的居民呢。啊，原来把那个茧直接撕开就可以把它救出来呀，害它白白掉了半天呢。哦，它怎么现在好像指着一个方向不停的在那跳啊？啥意思啊？好像很焦急的想告诉我什么东西啊？那这树上有什么别的线索在这个树上吗？我来转着看一圈啊。这树上不就是被我点亮了灯吗？好像别的什么东西也都用不了啊，没有什么别的线索了。而且这居民也不说话的。哦，这边原来还有好几个居民都吊在树上呢。来来来，我来把你们救下来啊，把这猪猪丝直接扯松，他们就能下来了。哦，就3个居民吊在树上面在吗？他们团聚了。现在来跟我道谢了，说谢谢你陌生人，你救了我们，欢迎来到森林岛。这欢迎的有点晚了吧。哦，他们这森林岛还有可怕的怪物，要我注意安全啊！还好为了感谢我，他们给了我个魔法球呢。赶紧，我们赶紧收集完了魔法球，赶紧走啊！怎么这摆上大三角这一块，每个岛上都有怪物呢？掉进怪物窝啦！现在已经收集到2个魔法球了，还有3个，去哪找呢？哎，我怎么在新牌旁边捅马蜂窝呀？真是一刻都停不下来啊！有好多蜜蜂被打出来了，快跑，快跑啊！这不做鸭儿呢吗？还躲到水里面去了。不玩那蜂窝不就没这出了吗？一天到晚的。那来看看这个星牌啊，滴按一下，哦，还差最后几颗星牌了。哎，我怎么在水里把一个什么水阀给打开了呀？哦，我知道了，我是要把这个水放出来以后，把它下面的水管连通，然后让这个喷泉连上水，是吧？怎么这小岛上面又没电又没水的呢？这不是个死路。那看来一开始要往右边走啊。哦，再把这个转下来就连通了，成功的把喷泉喷出来了。啊，原来魔法球都藏在喷泉里面在呢。看来有的时候还是要手欠一点啊，这里捅捅那里摸摸的，说不定就有意外收获呢。哦，大怪物出来啦，居然是一个蜘蛛大怪物。哇，他把魔法球顶在屁股上面，救命啊，太可怕了。原来这中间的树被他当成巢了呀，怪不得这几个本地居民之前被他吊到树上了呢。那怎么办啊？我现在要怎么对付他才行吗？诶，这干啥的呀？那我拿到一个什么通电的，把水引到这里来消灭怪物，这是怎么消灭的呀？哦，我知道了，用水导电，然后把这个怪物直接电死，是吧？哇，他要在那个树上筑巢了，我一定要打败怪物，把他背上那个魔法球拿回来。哇，幸好之前我把电线给通好了，一环扣一环的呢。那我们这回就使用倒推法，从这个喷泉这一边开始推，不就简简单单的吗？哦，连通了，嘿，果然倒推法就是有用哈，水连过来了，马上就有电了。哔，哦，要等这个水通满了以后，哦，电池砰的一声，我放出电来了，变成烤蜘蛛了。呜呜呜，什么？这整个蜘蛛直接灰飞烟灭了呢？我做到了，除掉了可怕的怪物。哟，我一下就变成岛上的小英雄了呢，变成哪吒了哈。好，捡到了魔法球，现在只剩最后一颗魔法球了。哎，不过就这么一个小寄居怪物就困扰了你们这么久啊，幸好有我来你们这岛上了吧。哎，这岛上的小兔子好像是可以赶的呀，这是什么家养兔子吗？哎，哦，兔子回家了。原来如此，我要把这些兔子都赶到洞里面去啊。来来来，噜噜噜噜噜，回家了回家了，噜噜噜噜噜，哎，进这个洞了。这草里面还藏了2只兔子吧？噜噜噜噜噜，来来来，走走走。哦，这个兔子好像是住在上面的。噜噜噜噜噜，这个兔子也进洞了，只剩最后一个兔子了。怎么变成赶兔子的人了呢？来，噜噜噜噜噜，哎，走走走。哦，最后一个兔子也进洞了。哦，他们把洞给填满以后，树桩里的最后3个小星星就出来了。现在星盘也被我填满了，嘿嘿，赶紧指引出我回家的路。哎，啥呀？啊，这小胖鸟子占木桩，这什么鬼啊？这是？哦，是可以转它的耶。
它们每个小鸟身上好像还有不同的颜色点点，有紫色的、黄色的和绿色的。哦，我知道了，我之前看到了跟这个差不多的树桩子的呢。哦，在这儿，在这儿。紫色的是朝右边的，绿的是朝下的，黄的是朝上的，是吧？嘿嘿，幸好我随时都在眼观六路，耳听八方啊！把这个紫色的朝右，然后绿色的朝下。哎，这不就新了吗？成功的把新盘也打开了。哎呦，小岛上最后一个魔法球也找到了。魔法之门打开了，这小岛上的谜题也全都被我破解了呢，可以继续去下一个小岛了，离我回家的路又更近一步了。那下一个小岛，森林岛旁边是一个，怎么像是海盗岛啊？我的妈呀，这个岛叫沉船岛啊，看起来挺危险的呀，赶紧做好准备。那我们直接说来吧。